金显示器第一季税后纯益147亿元，季增22%，超出了法人预期。第二季出货季增5%，需求缓步回升。友达还有群创第一季财报渴望同步传来好消息。友达第一季合并营收是953亿元，年增1%；群创则是突破了1000亿元，年成长有11%。